一，诸葛亮到底有几个老婆？有没有妾？有没有续弦？黄夜莺是美女还是丑女？二，诸葛亮到底有几个儿子？诸葛瞻是庶子还是嫡子？三，诸葛亮到底有没有女儿？有没有修道？咱一一解答。看史料，《三国志》裴松之引用的注：襄阳纪曰，黄承彦者，被诸葛亮曰：“闻君则父，生有丑女，黄头黑皮而才堪相配。”诸葛亮许。记载宋之，诗人以为笑月，乡里为之宴曰：“莫作孔明则父，正得阿城丑女。”首先，诸葛亮确实娶了黄承彦的女儿，但没有记载叫黄夜莺。黄月英这个名字可能来自于民间戏曲，孙尚香、关银屏、黄月英这些名字都来自于民间戏曲。张新彩这个名字不是，这是日本游戏公司光荣公司给创造的。再看黄月英的长相，黄承彦说：“我女儿头黄黑皮，就是头发黄、皮肤黑，是个丑女。”有些人认为黄承彦是谦虚，是黄夜莺的亲姨妈，是蔡夫人。蔡夫人能嫁给刘表，能是丑女吗？如果蔡夫人不丑，蔡夫人的亲姐妹，也就是黄夜莺的亲妈，也不应该丑呀。黄承彦是名士，也不应该丑，所以黄夜莺不会丑的呀。这个只是一些人的推理，但史料里面还记载了民间的谚语呀，“正得阿城丑女”，谚语这么说应该是真的。也有人说这个《襄阳记》不是正史，是个野史。我对史料的评判标准是，只要裴松之引用的，而且裴松之自己不质疑的，都认为是可信的，否则就双标了。举例，假设我喜欢赵云，这个民间记载性质的史料对赵云有利，我就认为是真的。这个对赵云不利，我就认为是假的，那就没有衡量标准了。小结：诸葛亮的正妻是黄夫人，长得丑。再看黄夫人作为诸葛亮的正妻是哪一年死的，史料没有记载。诸葛亮有几个正妻，有没有续弦，史料也没有记载，那就判断为没有。小结：诸葛亮一生只有黄夫人一个正妻。再看诸葛亮有没有妾室，在《三国志》作者陈寿收集的《诸葛氏集》里面，有一封诸葛亮写的信，被后世史官命名为《与李严书》。里面有句话叫“今蓄财无余，妾无妇服”。这句话网上的争议很大，有许多人认为“妾无妇服”表示诸葛亮有妾，也有许多人引经据典要证明这个妾不是妾室，妾是妻的自称，妾很多时候代表婢女，甚至还有人认为妾代表自己。总之，一定要证明诸葛亮没有妾。在我看来，这就是用今天的价值观强行要求诸葛亮，感觉有妾爱情就不忠贞了，就不专一了，诸葛亮就渣男了。但在汉末三国时代，高层官员有妾很正常，和道德无关。所以我的判断是，诸葛亮是有妾的。接下来，诸葛亮有几个儿子？亲生的儿子只有一个，叫诸葛瞻，不知道是谁生的。因为诸葛瞻生得很晚，是227年才生，也就是街亭之战前一年。这一年，诸葛亮已经46岁了，所以许多人猜测诸葛瞻不是黄夫人生的，而是小妾生的。我的理解是，假设黄夫人在205年左右嫁给诸葛亮，当时黄夫人15岁。那227年，黄夫人就是37岁。古代37岁的女子能否生孩子，争论很大。有人认为可以，有人认为不行。我的观点是不知道。结论：诸葛亮有妾，但不排除诸葛瞻是黄夫人生的可能性。在诸葛瞻没出生之前，诸葛亮一直无子，就过继了兄长诸葛瑾的儿子诸葛乔，也就是诸葛恪的二弟。诸葛乔是过继子，视为嫡长子，有诸葛亮的继承权。诸葛瞻如果是黄夫人生的，那就是嫡次子。如果是妾生的，那就是庶子。总之，在继承权上，诸葛乔排在诸葛瞻的前面。但诸葛瞻出生的一年后，诸葛乔就死了。但诸葛乔有儿子诸葛攀，他又成为了诸葛亮的嫡长孙。那在继承权上，是嫡长孙诸葛攀有优势，还是唯一的亲儿子诸葛瞻有优势？这个争议就很大了。但后来吴国的诸葛恪被灭族了，诸葛瑾无后了，所以又恢复成了诸葛瑾的后代。那这时诸葛瞻就100%拥有诸葛亮的继承权了。最后，诸葛亮有女儿吗？正史中没有记载。在道家典籍里记载，诸葛亮的女儿叫诸葛果，修道了。个人猜测是道家为了蹭诸葛亮的热度，杜撰出的这么一个人物。总结：一、诸葛亮只有一个夫人，黄夫人，长得丑；二、诸葛亮有妾；三、诸葛亮的亲儿子诸葛瞻可能是黄夫人生的，也可能是妾生的，不一定；四、诸葛亮没有女儿。